派命令贵，咱也不能当着谁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大帅哥，欢迎大家收看本期免费放松五则天，而且这一期是免费避震五则天，这是咱们500万粉丝的福利，好吧朋友们，废话就不再多说，明日伽罗就会上线，今天咱们就来啊，咱这个开黑别的节目来吧，大家花木兰一个档次，接下来咱们来抽五则天，看一下他的夺宝次数是一啊，这个夺宝次数是一，好像也没有抽过钱，我们来先把它抽一个三四八吧，好吧朋友们，一个一个来，一天一个抽，因为每天有次数上限，一天只能抽五次，所以咱不用慌啊。轻轻松松，简简单单。哎呦，那太可好了，我操他！应该是个零元档，应该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是个零元档。我去，真的是个零元档，连赵云都没有！我的妈呀，你太夸张了吧！来，免费人取赵云。哎呀，我去，上来就是一个赵云，哎，真帅，很好，上来获得一个赵云 ，nice。来，让你直接秒杀归主五，老公，老公，好，秒杀归主四。获得一个项羽屏风，来抽，信不信我给你绝杀了，哥们儿，你信不信我就这么低的幸运值给你绝杀了啊？不要说抽到360，我直接20就给你出来了，让你看看天门是怎么哭的，哭，对了朋友们，要是这家伙现在就能抽出来，不要说天美哭了，我都当场给你们哭出来，直播倒立洗头 W 九，对的朋友们，那家伙不是特别火吗？对吧？倒立洗头，没出来，这就尴尬了，这就尴尬了，老公他不出。他竟然不出，怎么能这样？来啊，卡单抽，35次已经到，来卡44单抽。他这个是今天不出来，咱们就得明天继续抽，有点尴尬，不要这样了，公怎么？给点面子，哎，出来个回声特效，来武则天，没出来啊，再来，最后一发了，朋友们啊。必须努力苦的改，一单的抽。哎，我的天哪，这个有点不太给力哈，朋友们。那看来是逼我们明天才出来。不用慌，那也不亏，对不对？上来就领了个赵云，那家伙完全没有想到，竟然是个 V0的粉丝，获得个项羽皮肤，恭喜！嗯嗯，随便喽。好了啊，这个就这样吧，这期咱们就说到这里吧。没有出来，他也没有办法，对不对，朋友们？只能哎呀，对，还能领东西，领一下，只能明天再继续抽。那大家先领个折价光。哎，充值送折价光那个没了，大家看看，没了给，错过了啊！恭喜啊，恭喜获得两个不一个英雄一个屏风一个回声特效。好了，我们明天继续干，到明天必须得能听领，谢谢大家。